你们偷钱去杀陈世平啦？无将人交出来，我就找你讨啦！你是创啥？你即马是咧创啥？不好意思啦，我即马暂时无遐尼侪钱啦，我已经离婚啦。 对啊对啊吼，你俩总讲你这几种代志拢无人会发现，你敢知这是犯法的啊？你何阿姐到底是啥物物件？阿娘呢，面色无通好，阿妈看着就唔甘的。这有啥物代志啊？我要甲我手头一片的股份，一部分过户给你，你妈妈又嘛拢过户给你无？我爱的是过一片，你敢做会到？等一下，听起来刘政府的简体。 去做亲子鉴定报告。你看，这黑的是油厂啦，大惊小怪。你是谁？哎呦！勇敢的少年兄，英雄不是出身定输赢。 我要去大厝，带水无使好吃，相信天公一定徛在咱家。